谁？哇谁？大家好，欢迎各位观众收睇我哋今日 Battle Pass 嘅特别节目。咁我哋今日呢一场 game 系唔简单噶，因为我哋请嚟一班电竞嘅高手嚟同我哋一起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蓝美娜咪陈彩莹。在下叶文，我叫卡乃啦。我叫 Lisa。Hello 我叫 Tony 啦。咁我就系达哥啦。咁打 War Game 嘅话咧，印象中咧，我只系打过两次啊。同啲队友混熟啲，呢个应该好帮到我嘅，因为我谂我啲队友应该都系比我更加有经验、更加聪明，可以 carry 我，带我胜利，躺鸡。打 War Game 咪 Airsoft 嘅环境，可能会配合到嘅，可能系身体嘅协调能力啊。體能啊，或者你會個腎上腺素飆升係好犀利。講緊打 game 有打過十幾場啦，咁但係可能自己比較對啲槍械收藏方面咧係會比較有興趣啲，即係可能玩一下啲gas bow back 啊，或者係啲彈殼嘅槍咁樣咯。希望唔好第一個死啦，咁盡量堅持耐啲。要我嘅策略就係擁卡拉去死先，咁佢死咗我就唔係第一個死。KOL 隊我就咁睇嘅話，我都應該係最好抽嗰個啦已經。咁之前就係一個 PUBG 嘅電競選手，咁啊有代表過呢個台港澳出戰嘅世界賽，係啦。你 WASD 撳得快啫，我只腳就咁行到好快過你，你坐咗咁耐係咪先？滑鼠就開360啦，打 game 我唔知有冇開360啦。一定冇可能咁快，你點睇？我想應該要使出我的草船借箭，收集啲 BB 彈喺我度，再分俾隊友。遊戲全程五分鐘，我讓你匿一分鐘。對手希望可以打咗卡拉先再打我。冇策略，我哋唔需要任何策略。豬隊友真係太多，人哋攞貓線一定讓啦。睇下會唔會有啲火花啦，係啊，贏硬啦。我哋今日就係要嚟剝專業隊牌。游戏体验啊，三四分钟咯，差唔多噶啦。声音画面都冇问题啦嘛。Let's go。虽然 KOL 队望去好似牙刷刷，但系佢哋今日对付呢班对手绝对唔简单。佢哋系我哋所有店铺入边挑选出嚟嘅精英 ，Muscle 更加系精英入边嘅精英。过咗三个 game 之后，唔知佢哋仲笑唔笑得出咧？講就咁講，但其實我哋遊戲都好輕鬆嘅。今日第一個遊戲就係推車仔啊 ！KOL 隊需要派一位隊友喺車仔，然後十分鐘之內將車仔推到去地圖嘅另一邊。而店鋪聯隊咧就要阻住佢哋推車仔啊！而且雙方都可以無限復活嘅。即刻開始啦！輕輕鬆鬆啦！佢帶個冇戰略啊！戰略咧就係掩護掃蕩啦。咁啊，葉問你啊負責主要推車。在遊戲入邊打 game 嘅經驗就多咯，幾十年啊，即係三歲開始打到而家啦，玩槍 game 嘅話係。一陣咧就據聞要打啲好專業嘅隊伍啦，咁我嘅策略有一個啊，就係立即挟持人質，千祈唔好行埋嚟啊，如果唔係就一槍扮瓜佢咁樣咯。用隊友嚟做肉盾，然後嚟換取我嘅勝利，就應該係最好嘅知勝之道。除非對方想辣手摧花啦。呢個係我嘅第一新視角。請問呢架車點樣上去嘅 ？OK， 呢架啊，豬隊友真係太多，未開始已經結束。耶！按定過去先，點解好似越按越後嘅喂？见我好似平时都唔系打开机嗰啲啦，但其实咧我系非常之毒嘅，我成日咧都喺屋企打机嘅，系任何机都会打啦。枪 game 方面咧，我就成日打 PUBG 嘅，以前打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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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杀杀杀！蓝美你喺边啊？蓝美喺度啊！你要嗌我先见到你啊！喺度咯！我想问呢啲系咪我队友嚟噶？我认唔到咯。老司机开车啦！喂，你揸好啲喂！信心就冇。转紧转紧转紧转转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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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正前方有边一个？正前方有边一个？哇哇哇哇哇！死！
咗个，太侮辱一定唔得嘅，系。边度有人啊？右边右边系咩？右边系咩？红色条。哇！死！轻松松啊！轻松松啊！冇打過 war game， 槍係淨係識得 AK。呢邊呢邊嘅呢邊嘅。喂，我轉緊㗎啦，個碌已經轉緊過去㗎啦。打 game 就唔係話太多經驗嘅。轉轉到最盡，轉到最盡。点都要话自己有信心赢硬，你做得好好啊，队友，拜拜。我觉得我啲队友做得非常之好，而入边都几舒服。我只系记得我杀咗一个，死咗唔知几多万次。好弱啊！我远在下。一二三，开！Game 2 是一个发射核弹的游戏，而游戏都分为两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 KOL 队需要去窃取发射核弹的密码，然后再到另一边发射核弹，而店铺联队就要在10分钟之内阻止他们。今次双方亦都是无限复活的。得喎，摆喺小地图睇一先。跟我哋爆完房嘅时候，正常我哋应该撤退啦。呢个位系啦，冇错。咁即系我哋要做一次清房。人咧就行呢边，一啲人咧就行少嘅。咁佢就会喺呢啲啦，咁啊呢度啦。因为佢冇退路噶嘛呢边。嗯。应该会。会啊，边残脚一嘢兜落去睇住我。OK。打中你哋咧，咁你就可以翻去呢度啦。嗯。咁其实即刻。听到任何问题。小心你嘅中路。对面今日就唔好输得太难睇啦，系啦。加油啊！耶！上上天。加油自己！我走路是最厉害的，应该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由我开始。最快速度。有鬼喎！有鬼照行啦！右邊啊！右邊啊！右邊係。隊長小地圖咧？你哋蕩失路啊，大佬！呢邊方向喂，大佬！嗰邊啊？點解行呢度？一定要有信心啊！冇信心咧就未打先輸，即係呢啲戰鬥嘅話，做軍人都係咁啊！冇，唔會啊！我唔係老千。Come！喺度諗笑。嚇！喂，攞枪！呢边都 clear， OK。呢边，好 ，OK， 好。有人啦，呢边啊，前面呢度左边有人，左边有一个喺嗰个障碍物。喂，冇人咧，上啊，喂，大佬！都系一个单边保住先，呢个前面有一个，前面有一个，我一阵出去扑火，你一齐，你 cover 我，三二一，睇住，我睇紧呢边，你 mark 实啦，嗰个位唔好俾佢夹出嚟，压上嚟 ，come， 系咪啊？可以啊。杀咗，上，压上嚟。推过去，
个箱咧。有人发，继续趴低过，伏低过，系。开呀开呀开呀！好嘅，密码0620448396。我揾翻十0448396。发射确认，发射确认，游戏结束。游戏中，游戏中。头先咧，其实我觉得佢哋就比较偏惊嘅，所以咧全部都围埋一边，唔知有啲咩特别策略，净系兜后得噶啦。佢哋全部都唔喐嘅。可以啊，咪两个兜后，两个喺前边，好似扮、哎呀，我喺前边进攻你咁样咯。佢哋头先都赢得开心啦，今场就到我哋认真。我哋一分钟完嘅 ，OK。最后一个游戏系歼灭战，简单嚟讲就系斗快杀死对方啦。如果六分钟之内双方都有生还者，就最多生还者嗰一队胜利。而今次双方都系不能够复活嘅。最后如果真系有倒数计时，全部唔好离向前冲。点、啊，我哋 cam 喺度啊？几耐玩完啊？几耐玩完？一分钟。咁我哋三，我哋全部困兽斗喺度守住咧。我惊你后面安全，非常之安全。但有冇人喺我前面？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游戏开始。你看住喎，因為佢門喺呢邊，佢會踢門啊！咁樣，我哋一字排開對住呢道門。我喺度咁樣頂住鎖門。有人死了，小心！葉問死了，他們應該剩下一個、兩個。空的？空的。他們好像全部谷在那邊，最後要不要試試搏懵走出去這邊，然後我們做個假象幫你頂住，你自己決定。用隊友嚟做肉盾，然後嚟換取我嘅勝利，就應該係最好嘅知勝之道。除非對方想辣手摧花啦。邊個先？邊度？後面。我哋 keep 住望呢度，唔好分心。就算佢，除非佢哋死咗。看住你，看住嗰边。有啊，有啊，有啊，有啊。佢哋等我哋出去，我哋等佢哋入嚟兜底。等耐啲啊，咁我哋。我哋再等咯。我哋都等多阵，我都见。边只向右？呢边。系，准备啊！我开门。哇死！哇死！我走佬系最叻嘅，应该系。话咁快，今日嘅对决已经圆满结束啦。今日嘅战绩为2-1，由万拳打死老师傅队胜出。我哋有智商嘅学妹。智商嘅。我系博哥。
最深刻一定是这个啦，英勇受伤啊，大佬，我都估不到，即是很明显咧，证明到我是最落力去打那个。对比起想象中的 war game 是又攰又痛的，是有分别的，虽然都痛，但是是接受到的痛的。War game 一路咧，你見到都俾曬防御措施你啊，咁樣咁啊，其實唔使擔心。當然啦，可以去我哋 MG 度買我哋嘅一啲服飾啊，咁唔一定喺 War game 上都著得到。咁平時其實買裝備啊，其實周圍都可以接觸到，其實唔係好遙遠。咁如果你哋可能有興趣玩嘅話，咁如果要買槍啊嗰啲都可以過嚟 bang bang 揾我哋都 OK 噶。咁我哋會介紹翻啱你嘅產品。有別於我之前玩開嘅一啲模式啦，因為之前其實可能。行行企企大家對射啊，咁就完啦。咁就比起今次咧，有一個推車嘅模式，哇，真係非常之攰。咁但係都幾好玩嘅。game 入邊有好多戰術都有某啲可以拎出嚟套用翻喺呢個 war game 度，所以都覺得係幾有趣嘅。今日對手表現其實都唔錯嘅，因為可能佢哋本身有話接觸過啲電競嘅遊戲啊，咁佢哋本身都有少少 concept 喺度嘅。咁佢哋有呢個 concept， 其實對於打 war game 嚟講，其實都唔係好困難嘅。冇諗過佢哋可以。即有一個 sense 就係話佢哋要匿埋啊，要等我哋去揾佢啊咁樣樣。真槍反應同你撳踎屎當然好大分別啦，但係你嗰個思維上你會套用到落去咧，你會覺得幾有趣。最緊要就係唔好驚痛咯，咁呢樣就係我嘅鼓勵啊，係啦。咁啊，斯斯叔叔企埋一角咧，係冇遊戲體驗嘅，咁啊衝出去好似達哥咁樣，有啲信心俾自己咁就得噶啦。呢一場咧，我哋唔單止冇懲罰。所以你唔使驚啦，我哋咧仲要人人有獎添，我哋有玻璃送出嘅護目鏡，有 Pentagon 送出嘅戰術用品，哇！跟住我仲有 RTB 送出嘅服飾等等啦。嗱，我哋咧就要感謝我哋嘅 MG Military Guy Bang Bang Landing Zone 同埋 War Zone 帶嚟我哋咁精彩嘅活動。咁如果我哋想知道更多更精彩嘅活動，或者想知道更多嘅資訊嘅話咧，咁記住 click 我哋嘅 link， 或者掃描我哋嘅 QR code 去知更多，同埋去 stay updated。OK， 多謝我哋幕前幕後各位嘅工作員工，同埋我哋今日嘅嘉賓啦。咁我哋最後再講多一句，本集完。點解我個問題同其他人唔同嘅？衝口而出，希望達哥同霍哥都原諒我，我冇心嘅，我只係嗌錯咗一次名，希望呢個 gamer 界一哥唔好嬲我，對唔住。其實我喺鏡頭後面已經嗌錯咗佢好多次。